手被卡住。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不会陌生，因为五月天哥哥们本来这首歌就非常非常的好听经典。那今天要唱这首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是我这首歌算是我的起点，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倔强的做自己。当我和世界不一样，那就让我不一样，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靠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，如果对自己说谎，即使你原谅我也不能原谅。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，我就是我自己的事，在我活的地方，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。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，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在风中大声地唱，这一次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，我和我的倔强。